主料姜丝8克，红糖20毫升，辅料纯净水500毫升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生姜洗净去皮，再剁成姜末。锅内放入纯净水，再放姜末和红糖一起熬煮，煮10分钟左右，待汤变成这个颜色后就可关火了，盛入碗里就能喝了。烹饪技巧，姜剁成姜末能挥发出更多有用的成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